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巴顿李雨露。今天呢，教大家几个宅家的小运动，可以强身健体，然后抵抗疫情，不要戴口罩哦。现在我们第一个动作呢，就是蹲下起立的那个动作，它可以翘臀。小雨有跟我一样的翘臀吗？做这个动作吧。首先呢，它是与肩同宽，脚侧面，然后中间啊，这个肩呢蹲下去的时候，身体不要往前倾，屁股要撅起来，这样手举起来，然后往下蹲。然后再起来，往下蹲，起来，每天做10个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可以做2组哦，有必要。那做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往下蹲，然后转体，可以放松自己的身体。看到，1、2、3、4，这样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一天。做10个，这个可以放松自己的上半身。好了，就这两个，每天做2个就可以拥有跟我一样完美的身材。在疫情期间呢，希望大家勤洗手，保持卫生，然后在家也可以多做运动，然后保持身体健康。然后希望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！如果有想要学的在家运动，可以跟我说哦。